顶一次卡米风台是大大打击的后边区，即个面对着山陀儿嘛是唔敢放松。后边区公所甲后边新加城区合作防灾，出动志工是伫活动中心随时来提兵，嘛正往顺时提防为风台来做好准备。伫公所嘛已经准备四个避难的收容地点，确保咱居民伫灾害发生的时阵会当赶紧安置，减少损害发生。来到后壁区的新家里，会当看到社区的自主防灾志工随时待命，做好准备，有物资要安全无？每一回拄到风台，这志工就会出动来协助。顶一次坎面风台，新家里会当讲是淹水非常严重，这次大家更是唔敢下台。阮遮算上低的所在，你像这边这个巴掌溪去白银哦，伊对黄兴道路就来落来，就是落来时最主要透袂出去，去白银山佮对迄个。八坑的啊，积田水侪拢透袂出去啊！即个八坑的积田，怎啊才水积田起来？怎啊搁倒灌灌对阮新家里来？阮即摆，阮的引导组甲阮的疏散组的，因拢会出去甲引导甲疏散出来，带人去啦。啊无，因迄个救援组的来嘛，毋知影讲你对一个所在，毋知影讲较低洼的啊需要救的，啊，阮拢有甲伊讲有放送，阮一定有放送，讲叫遐的人吼，那确实讲。有需要支援，一定要敲电话来登记名，甲恁的名，甲恁的电话，互我阮，啊，阮较有法度人去甲恁救人安尼。因应风台来袭，新加社区风顺志工也前往顺势提防甲各水排，并且防时保全好。立公所除了甲社区来合作，也积极辅导顶级处也重创的地形社区自主防灾，希望减少损失的发生。我们公所也跟他们一起合作，然后带着一些物资来。那如果严重的话，我们可以垂直避难到二楼。那这个部分我们也都会有持续的派人来这边，进驻这边跟那个我们水灾自主防灾社区来这边做支援呐哈。那另外我们这次淹水还有一个叫竹新社区也是很严重。那我们也极力的请这个新家社区哈也一并过去辅导。那希望那个另外的竹新社区也降低这一个，也是降低这个损失。后壁区目前有四个避难收容地点，必要的时阵就会用上紧的速度开始，期盼会当在充分的准备之下，提供民众安全的场所，确保居民在灾害发生时会当及时得到安置和照护。记者孙文、萧建伟后壁区采访报道。